構思或者諗嘅時候咧，都希望係可以揾到一個好懂得乜嘢係生活嘅一個人，就覺得呢一樣嘢會比較配合到我哋嘅創作啦，同埋我哋對於創作器物嘅理念咁樣。諗起啊，如果揾常林法師得唔得咧？咁樣就好巧合地咧，就過咗兩日之後咧，就真係俾我面對面咁樣見到佢喎。大家去討論創作啊，討論生活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一拍即合，我覺得。法師佢未出家之前就係一個攝影師嚟嘅，咁佢出家咗之後咧，佢就好提倡去搞好多活動啦，去帶領即係人去做禅修，即係生活禅嘅一個概念。生活禅呢個概念其實同我哋做陶藝、做器物都其實係一個比相似嘅概念嘅。咁我哋做器物，即係又做一啲重複性嘅嘢，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修行嚟嘅。法師所講嘅禪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就係講緊一種覺察，而就係你知唔知自己喺當下做緊啲乜嘢。特別係喺香港呢個咁急促嘅環境，其實好多時候大家對於自己生活啊，對細微到去到飲食習慣啊等等，其實都我覺得係有陣時係唔係太在意嘅。師傅佢就都會想用翻攝影呢一個媒介啊，做一個記錄嘅角色，透過影像咧去留住嗰個人同埋嗰個作品嘅嗰個關係咯。其實我哋今次嘅合作咧，除咗生活之外咧，亦都想帶出埋生命嘅意義。喺呢個展覽裏邊，每一個人都會攞嗰只碗翻去用。咁喺嗰個過程裏邊，會記錄咗佢嗰段生命嘅足跡。成件事就係同我哋人嘅生命係一模一樣的。